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敷眼膜。在敷眼膜之前呢，一定要先给皮肤做好清洁，然后将眼膜敷在眼周，尽量排出眼膜与皮肤之间的空气，要完全的贴合。在晚上10点之后呢，皮肤的新陈代谢是最为活跃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做眼膜，效果会更好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拜拜。